再见，别打我。但你们打别怪不客气啊。哎呦，感谢哦，好哦，这两个小起点一些。哎呀，可以可柔情。干嘛？走开啦，没有跟你打哦。他是不是开打？干嘛啦？你家没了，白痴哦，走开啦。引住啊，队友，我来帮你们了。引住啊，牙术来了。咚！再来！还想偷鸡啊 ？Quadra Kill， 曼瑞团灭。好啊 ，nice， 守塔，再 TP 搞一波，来来来，搞一波，搞一波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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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是假的吗？也是真的哎 ，Triple Kill， 这就很舒服了这一波，上路推完插下路啊，他会碰到人啊，会鬼也去，再等一下，等我十秒。等他推完这波，啊，他已经死了。大哥，别，大哥有话好说，说你妹啊！再一波上吧，不应该打不起来。怎么敲尸了？没开到刀啊，兄弟，你就这样没了。哇，怎么突然世界毁灭了？这伤害这么爆炸了吗？这个劈下去转两圈，通通都敲尸哎，好猛哦！这什么伤害？转一转，泡一泡。舔一舔，这些人都没了。这版本啊，我觉得最好爬的，我自己习惯拿来玩的就是战车、凯尔、人马。啊，当然啦，上路还有别的角色可以用啊，只是这几只角色是因为我本身比较会用，也比较常用的。战车就是拿来打这种会碾进来的那种组合。你看，像对方嘉文、努努都会冲进来，那你战车打他们超好打的，因为他们就自己冲过来你前面，那你就又开了坦克车，你过去全部死。然后人马的话适合打那种脆皮阵，然后你们没有冲牌的，你玩人马，你直接各种冲进对方的人群里面，然后五星开砍，那样子的话玩人马会比战车来有一些体验，也容易 carry。啊，再来就是凯尔，凯尔就是你要想玩就玩吧，你只要敢浓，你只要浓得起来，那角色你不管什么组合玩都还蛮 OK 的、啊。但凯尔就怕那种手很长的高爆发角，就他们那种组合角，手都很长，然后你还没有办法 A 到人，你就被打到半血那种。那种组合不适合玩凯尔，那种组合玩凯尔的话，你会很容易输，因为你通常那种组合你前期大概过不太起来啊。那种组合也不适合玩凯尔。这版本我最常用的就是几只吧。就这些角色，我觉得这版本还是蛮强的。上位来讲啊，那当然你还是可以玩什么雷文啊、贾克斯啊，那都是传统上单嘛，我们就不多说了。那都还是可以选的、啊，因为那这些角色这版本的征服者也没到真的很弱啊，就还是可以用啊。那我们好姐怎么死在那了？要把他拉回来，要不然死。退了，都不能打。
都不能打了，都不能打了，不能打了。打三小啦，骂啥都残血了，你真的想死不知道？我跟你讲，如果死的团灭会爆开哦。我刚才拉到一个好的，但我觉得很难啊。因为这波是死了会崩的那一种，都没有人想要打，说实话。那个 buff 吧，看能拉到谁啊？要冲下来吗？哦、漂亮 ，nice， 就拉了个范，范范也是一个战范，还又开又开过去啊！这又拧过去了，你看，完全不需要脑袋，你就直接往前走就好了。因为他们的组合都是那种会主动贴近来黏你的，就直接往前走就行了。就是名副其实的坦克车啊！欸、你大概不用关啊，再拉一个吧，太可惜，拉到死了。靠，这 W 怎样？不是 W， 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啊、我还死了，多一个加文是是啊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不是赚的，我时光杖了。他这波还有个大失误啊，他大刀太早开了，因为大刀后开的一定会赢啊，大刀是有伤害的。你最好不要上线还像刚刚一样那样搞我啊！最好不要跟他上线上搞我啊！我现在很火啊！哎、欸，吃完这个直接走人，直接再肥一波。那这点拔掉了没有啊？怎么样就是没有。兄弟，这样搞的吗？阿死。靠腰！为什么不让我帅完啊？哦，算了，还行，这波也挺赚的。还有他还知道浪漫，知道 carry 是谁啊？啊，废话，干他怎么插上话题，又不干我们的事情，要聊是要插入什么话题，要讲屁话？啊，家里、欸、家里到底怎样啊？这样随便乱一闪的哦，给你大招啊，像你不会死。笑死！感谢 LIN 的20块。啊哈，被我骗进去了吧？嗯？干啥？我也进去了。
千万次开谢。